哎，对了，你不是喜欢吃梅菜扣肉吗？待会儿就去买。老李头家的肉不错，价钱也实惠。哎呀，去晚了可就没了。哎，你记得老李头吗？你读书那会儿啊，一见到他就让路走，谁让他手里老是拿着切菜那个刀。 你能不能说句话呀？你哑巴了呀你？妈，嗯，哎，你什么时候有这种风格的衣服啊？哪个？这个，他刚穿武川的。你说平时谁穿这个呀？你还挺时髦的嘛。哎呦，这不退休了吗？得帮自己找点活动呀。哎，别碰！弄脏了。你刚才装完榨菜还没洗手呢。别碰啊！ 我就不行，这不行吗？干嘛要为什么不能碰你衣服啊？你这体面，你怎么穿怎么样？我还没有那么多呀，不是，我还是像黄师傅穿的漂亮，跟我身上这个大钱不错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不行了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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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
帮会帮忙。哦，算了，你也别有任何想法了。你一般给我制造什么惊喜，到最后全是惊吓。天地，换场地吧。但现在有个问题是，你现在这么临时，能定得到吗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，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只是，怎么了？我有件东西还在小柔手里呢，这件东西非常重要。哎，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大家好，我是许文周，在剧中呢，我饰演池庆。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正在 Carol 中文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，订阅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收看更多精彩。大家好，我是乔欣，在剧中饰演丁小柔。我不能恋爱的女朋友正在 Caravan 中国剧场 YouTube 频道播出，订阅频道，加入会员，收看更多吧。此刻我才发现，对你我没抵抗力，一起去篆刻美好的回忆，就像彩虹冰淇淋。